二零一四年日头花事件发生到今，已经到档了。有抗议民众针对地形正义，警方用武力来赶民众，提出国家赔偿。包括有十五个民众已经提着赔偿。检察院今仔嘛针对迄当时，警方的执法受执政局的手段，对行政院内政部、跟检署等机关提出纠正。 2014年日头花群众运动发生到今，已经要到档啊！当时警方伫行政院用武力赶线在溜冰上的手段，敢有妥当引起一个讨论？检察院经过教育委员一九年的调查，第二三对行政院、内政部、警政署、台北市警察局、台北地检署等等机关提出纠正，包括赶线的手段无合理，也想收集无妥当等等。相关当事人的伤势哈，不是如警方所讲的哈，在陈抗的。 现场自行跌倒，或者单纯跟远景群众推挤所产生的，我是发现这样子的收证内容，说真的，不足以去判定到底是谁动手的，因为它的距离都蛮远的，或者是不相干的画面很多。那另外有行政院本身的这个录影，那是更加的品质是并不怎么好。 检察院表示，即摆调查访谈157人，专案有25个民众求偿，有十五个人得到国家的赔偿，但是警方到达只有一个台北市警察局的中队长洪基能基新界。另外，警方统计民众受伤的大概有42人是警方自行统计的，要求卫福部呢就那一天送到临近各大医院急诊处的。 次数、人次、状态，166位民众呢救护检伤人数分送到12家医院，是这个警方所说的这个3.95倍。行政院虚心受教。 会务实的检讨改善。检察院要求要加强警察的法治知识、加人权素养，也要加强训练警察的政治管理等等。行政强调，集会自由是基本的权利，公务人员执行公权力，要符合宪法保障，会针对问题检讨改善。记者郭文正、准优，台北报道。